新北永和大城地区更新单元三公办杜根案在今天举办了拆除开工典礼，新北市长侯友宜特别到场见证敲砖启动拆除工程。他也强调60年不变的永和大城地区现在即将要改变，更承诺会加快其他大城地区的杜根推动。滴水开工平安，金锤敲砖替开工仪式祈福，在新北市长侯友宜的带领下，永和大城地区单元三的公办都更案正式启动拆除。大城都更三，咱拆除是一个里程碑，希望会让教习干117年，完成地下6楼、3栋建筑物拢30几楼，最现代化。绝对袂使输给大城都更二。在住户的共同见证下，超过60年的老旧建筑正式启动都更。重要里程碑的背后是市府团队从110年起开始积极推动，在5个月内单元三共252户全数完成搬迁。60几年来，厝诶又破又旧，更重要的巷弄狭小。公共安全堪虑，所以这边这几件都更是咱全台湾最大最困难的一件都更案子，所以当时花了7个单元，一定要跟做做。对婴儿人是有一个交代，因为婴儿都会。整个面貌焕然一新呐！大城社区全区分为7个单元公办都更，市府团队将持续加快推动脚步，未来也会翻新公有新生市场，规划中央公园，帮住户打造更好的居住环境。记者综合报道。